我就控制狂妹，他知道啊，就很多都会是我主导，然后跟他说，然后做了之后他就很喜欢。你跟爸爸会因为讨论这些婚礼为什么会有吵架？我们就不太吵架，等之后吵架再跟大家分享。应该不会到悔婚吧？不会啊。有一个来到现场，这样感觉我们是有的希望让他演变哦。这一次的婚礼应该不会，不太会邀请圈内人，就是以家宴为主，对啊，因为朋友真的太多了，就是圈内朋友可能就大家会到时候在台湾就大家吃饭这样，因为之前我讲说今年会，不是今年了，就是婚礼会是办海外的，对啊，我台湾就是自己办，对啊，就是大家就是这样子，我们也不用敲到一次敲到所有人之间啊，然后就可以大家各自，对啊，我们要收红包啊，那就要邀我，你有没有限定说另一半说你的那个婚礼置办的钱只能花多少？因为比如说他想要。其实还好，我觉得就是一个人生回忆，大家就是开心就好。无上限，也没有到无上限，因为彼此大家都知道不可能是无上限。那之前已经是海岛了，还会海岛？目前应该是不会在海岛，但还没有确定。亚洲还是欧洲？亚洲，欧洲付不起，下次吧，下次。就是比如说什么集中纪念日啊，对啊。钱在你那里？哦，没有，他也在他身上，但我们都清楚彼此的那个金流。你跟爸爸会因为讨论一些婚礼为什么会吵架这种？其实还好，我们就不太吵架，啊，我就控制口味，他知道啊。哦，所以你是控制好，就很多都会是我主导，然后跟他说，然后做了之后他就很喜欢。我觉得还没有吵架，也有可能是因为还没有讨论到这么深，就是现在就很初步。现在还在一个美好的婚礼泡泡里面，就觉得我还要结婚，好开心哦！等之后吵架再跟大家分享。应该不会到悔婚吧？不会啊！我觉得应该说，我们不管怎么样有意见出，到最后都会知道是为了彼此好。